连夜受花困，心想就已受好，相府去换银。碧珠，碧珠，碧珠，娘，你个鬼呀！一想三哥你上受不成，休怪舅父心太狠。妹啊，就是你的好乖女啊，我叫她连夜受花盆，她居然偷懒睡大觉啊。姊妹受花受了一晚，你都不准她睡，咁样做未免太过分。哎呀，你仲帮住她啊？你知唔知道啊，相国夫人荣归故里，睇见我哋屋企嘅手工好，先叫我哋绣花盆。如果我哋唔按时交货换翻金银，我问你食乜嘢，你哋着乜嘢啊？先算刻薄，等我同佢绣。你同佢绣啊？又好，得噃。呢布料呢，相国夫人等住要用嘅。嚟，李子，你马上将佢送到相府去。知道啊，碧珠受咗一晚啦，等我送去啦。靓妹，仲系等我去啦，你得唔得啊？去就快啲去啦，快啲埋口乖啊！前流水灾，你就唔应该将佢执。阿妹，喺十八年前流水灾，你就唔应该将佢执翻嚟。自从呢个梳门声一入门啫，就搞到我丢官罢职。我真系憎佢从头憎到脚，睇佢前边就憎佢个背脊啊！其实当日我哋将阿碧珠执翻嚟，都系做咗件好事啫。做好事是有好报的，有好报唔通靠佢能够带起我哋发达咩？哼，有就奇啦。Thank you.
奉东边追退阴贪污我受苦，龙刀丢官刀表妹，我正想找你共读诗文，原来你在这里。你看滕王阁最上这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马，写得真是好啊。青山姑妈，你爹不喜欢你的表兄妹在一起，以后你们就少来往一点啦。姑妈，表哥，你阿爹为要同你找到个名门淑女，我表妹冬又逢春，好风凭借力，送我小春云啊！恭喜贤妹，贺喜贤妹啊！我喜从何来啊？阿妹，可怜啊！今清啊茶淡饭，便觉现啊窝海啊心，你着啊的有令啊罗，用的有金啊银啊，从此荣啊华富贵，永享不下尽啊。讲你听我陈，今日城中有新闻，相国夫人最近荣归故郡，今天将榜找亲人，说到十八年前闹水灾，失散女儿都无以稳，那若是谁人来收养，送回相府借钱金啊！阿妹，你知他要找之人就是谁？我点知啊？阿妹，你估下啦。我唔知。嘿。佢就系我家碧珠小云。阿哥，吓、啊、你有冇搞错噶？冇搞错。嗱，往往上面不明写得明明白。话佢身上带住一个玉麒麟嘛。
就是这个有麒麟啦、啊、阿妹早几年我几次想问你话找他当出去找钱使啦、啊、你就是不肯你就是不肯这次不当就好啦这次啊真是大有用场啦啊好啦好啦好啦坦白逼珠翻嚟就送他个府去啦好马上将他送个府去哎呀哎呀不知不知不送得不知不送得啊怎么不知司马送问问送去反将无人他面黄肌瘦就人萧条上国夫人就必然问因何弄成这样子定必怪罪就怒火生怒火生还你我若爱其女送去官衙将罪问啊人啊王报咗起啦！如今你仲系埋怨我，你系你都要替我想个办法啦！我点想？快啲谂下啦！哎呀，死啦！其实如果系逼之同逼中，都生得一样更严重，咁件事都冇啦。子就张三大而花节目就孝安排且把逼真嚟当逼珠把他送到上府去让他文罗跳到康罗里你亦保彭女贵发大财咁瘦弱，你将佢送到相府，相国夫人咧就必然大怒。到那时呢？到那时呢？我就口咬定，我就话系你虐待佢。夫人一怒，就将你送到去衙门。那时呢？我怕你大难难逃啊！你怕未？都唔知逼真，佢肯唔肯去？
你会唔肯去呢？逼猪系执翻嚟，佢哋大家都唔知道，点会话唔肯去呢？嚟，你快快脆脆去入去话俾逼人知啦，嚟哥，吓、唔得噶。哎呀，你女人真系难成大事嘅，你唔去，等我去。哥，唔好啊，哥。有欲其论为证的嘛，恒春你讲啦。逼真，阿妈我唔舍得你，娘亲啊！好啦，今日是大喜日子，你两母女就无谓哭哭啼啼啦。先生，表妹就快入。入相府啦，咁你有咩就倾多几句啦。阿妹，系我哋翻落去，系真收拾，回啦。
下成欢天伦
怪你收的。出神入娘漫不敢夜难，在漫画真系沙女的也有金枝糖啊！借你精功费心啊神，望将酬劳来奉上。快取十两银子给呢位姑娘啦！知道。公子，这工钱又何须十两银子呢？三两就够的啦。甚得如此精巧，多俾些亦无妨啊！非分之财，我不能够要噶。哎呀，难得难得，既然姑娘不肯多收，咁就收下这三两银吧。多谢公子。请姑娘慢走。公子有何吩咐呢？姑娘啊，今天我小妹结后返家堂，为他做新衣，刺绣好花样，请你暂留步，设计出主张。等下，我派人送你回去，咁屋企人就自然会讲你啦嘛。既然如此，就依公子。丫鬟引路。我娘亲嚟啦，出嚟，带呢位姑娘下去歇息，要好心陪伴啦。知道。Thank you.
亲，娘亲，方才有一位绣花姑娘送来几幅刺绣，你睇下绣得几咁精巧啊！天公啊，我要把嗰位绣花姑娘留下，等下叫佢为妹妹绣几件新衣裳啊。好，想得周到。啊，娘亲，方才有一家人向我说道，话呢位揭榜姑妹妹喜讯个何先生，以前系做过知县嘅。咁而家呢？一贪赃枉法乱杀人，早就被罢官啦。有咁嘅事？韩夫人，小姐已回府啦。韩儿，待为娘相迎。知道。快上前拜见你的生身之母，叫声娘亲啊！拜见亲娘，夫人，有玉麒麟啊！玉麒麟，禀妹妹，哥哥，禀夫人，他
师师妹啊，系夫有我十八年长嘅养娘啊，娘亲啊！李大嫂，你救咗俾曾一鸣，仲将佢抚养成人，正受奴生一礼。夫人，他是小民的犬子，名叫青山，从小就同冰真定咗亲噶啦。青山，快上前叫声岳母大人啊！青山拜见。你今年几岁啦？21岁。哦，大哥步云两年，文儿快上前见过兄长。知道。青山兄长，步云贤弟，日来赐座。记得添，娘亲，我想把嗰个绣花姑娘叫嚟，睇下妹妹要绣啲乜嘢嘅花样啫。好，夏荷，在到花园把呢位绣花姑娘带嚟。呢度。本夫人，她是谢妹的亲生女儿，名叫碧珠。碧珠，你家姐姐原是相国的千金，今日过府迎亲嚟啦。碧珠，你快上前见过夫人啊！免来谢夫人。你今年几岁啦？18岁。岂不是与碧珍同年？娘亲一直都话我哋系双胞胎嚟嘅。Yeah.
小人家，举止粗鲁，不懂规矩，望夫人你见谅见谅啊！哦，我看他知进退，懂礼节，是个好姑娘啊！娘亲所言极是啊！小家碧玉，须叹牙寒，正似大家闺秀，聪明贤也慧，举箕弦也通，口哨心内。心跌彩印痛，鬼斧神啊功，堪夸下将，虽是家贫无望，人为两餐为愁肠，志令情烟碎。若是将在富贵家，衣食不忧好田养。定必是桃花翻面，绝代无双。有钱有才有貌还有一班，真是走遍全城也难啊。公子过谢，公子过谢。闻言极是，系刺激刺激，我唔系极是极是。娘亲，咁你都喜欢佢咯噃？咁你呢？想不到云儿对碧珠如此好感，也罢，我何不藉此提亲，趁机试探。云儿在，趁酒筵未开，你带碧珍姐妹，仲有何公子？一同前去花园游玩去吧。知道。知道佢系执嚟养嘅嘛？佢、哦、唔知道，咁碧珠呢？亦唔知啊！两位，我有一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啊！夫人有说话，只管吩咐啊！如此，两位请听啊！分离失意。
好似当头棒。吓得我浑身冷汗，湿衣君子包在小民身上，用于社会共商量。如此拜托了，老身要下去休息片时，等阵请两位到后堂饮宴。夫人请请。我再来害你又怎样？只要锦袍系玉带，哪管他兄妹结凤啊凰啊！那是罪魁祸首，就由你当。你与逼真要齐名丧。逼真清白有何罪？乜嘢逼真冇罪啊？逼真是你的亲生女儿嘛，如今她无形是相国的千金、啊嗯、你啊你啊你母女同谋行骗啊，按律理应斩首发场。你不应承，等我去应承。哎呀！何先生，事态如何吧？禀夫人，讲到呢段婚姻哦，若果夫人你不嫌弃，我哋缘结循尽之好啊！哥乜嘢啊？呢啲系夫人睇得起我哋，你快啲上前去谢过夫人啦、啊！不必客气啦，都系一家人啦，就请你哋合家搬到相府居住。
好吗？啊，好，多谢夫人，多谢夫人。后台筵席已备，请两位同去饮宴。好，夫人请。请做乜嘢啊？我唔舍得杨娘啊！
我都唔舍得逼真。我娘亲讲，请把我合家搬到相府嚟居住，咁日后唔系依旧可以再一起咩？后堂筵席已开，请伯母快些入席啦。啊，我就去，我就去。妹妹，咩事呢？冇，刚才迎亲之时，我见你好似好喜欢的珠妹咁，系唔系呀？哎呀，你讲啦。碧珠他，青红丽娇貌亮光，素颜清鲜亮，洁牙妙巧心，人模样。娘亲她热爱冰一点，天之将把姻缘系上，将她爱恋配我无问，连开名帝相。我看他举止尚安详，养好转弱为壮，我可教他习文雅章。总之相距悬殊，他配你。他一再作梗，为何故？个中机关猜不详。你既然反对此姻缘，为兄都自当在世反对这头亲，连亲必须多别恨，说皮会变坏。
在暗地收书，将他来慢慢察其心迹，是否属意我梦魂？其壁珠玉无二，山山行近啊！待我一窥其见机啊！
难为香飘幽近，怎孤魂那得扑鼻清新。我每说他性浮坏意，看来实实地未可当真啊。意欲弟书受伊人，又怕受受不亲，须防谨慎啊。我这里居其难下，心慌啊忽。
唔好意思，交俾佢啊。等我替你交啦。你同我俾佢？你嚟啦。系啊，妹妹，你千祈唔好俾娘亲知道啊。知道啦。攞住啲乜嘢？情信。情信？哦，原来系报还贤弟写俾二表妹嘅情信啊！哎呀，好啊，咁你就做一次红娘吧。哎呀，唔得噶。唔得，系我阿爹为媒，王夫人同埋姑姐。都应承你们亲事噶，佢哋系系乜嘢？系乜嘢？表妹，佢哋系乜嘢啊？系乜嘢？你快讲啊！佢哋系亲兄妹，唔能够结夫妻。我不信。才是佢。系逼住你代桃姜。你代桃姜？边个叫你代桃姜啊？你阿爹。阿爹？你就系舅父咯。哦。佢为荣华富贵，心话头疼。真有此事！如有骗你，雷劈电崩！哎向夫人讲真情，负荆请罪担责任。他说是我娘出主意，罪责推在我娘身。就请姑姐去言明，此事不能再久等。我这众女迎亲罪恶大，慕名顶替和林生母女还需守候。如平暂把真情来瞒忍来瞒人，不能铸成大错啊！咁。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挠他们的婚事呢？碧灯表妹，你可以将报还贤弟偷写情书给二表妹之事禀告了王夫人，想了王夫人崇尚礼教，自家极严，绝不允许未婚男女私相授受。为了维护上父声威，他必然毁了婚约，那时岂不救了他们两人么？除此之外，别无良策。表妹，你就快作决断啦！好啦，你请下去，到我请出夫人。好，表妹，你要小心啊！有请娘亲。Thank you.
事呢？娘亲，呢一封系阿哥叫我交俾朱妹嘅信，娘亲请看啊。春兰，再把公子叫嚟，知道。有请公子。来啦。亲欢孩儿，不知有何教诲呢？云儿，你可曾写过一封信，叫妹妹交与碧珠姑娘？哦，阿哥你唔少插嘴，快讲。有。孟子。教导极是，孩儿知错就改。但那孩儿一事不明，望娘亲你开导啫。有话就快讲，娘亲啊，咁母亲去领你儿童结婚的人，不愧为。有遇伤人，妹妹居心谁可问啊？可有此事？确有此事。为何恶意中伤？我系据实而言，别无他意啊！言外之音，如何瞒得过我？快讲！你讲。
好。春兰在，把小姐关在书房之内，不得随意行动。知道，慢。Thank you.
好了，快找的真毛高天，李春家夫人吩咐无愧的命令对小姐接近吗？春兰啊，我是蒙夫人恩准都来看望的真噶，咁啊，好啦，等我开门俾你啦。
你知佢写啲乜嘢啊？我知。奶奶，奶奶，话话你讲啦，佢写啲乜嘢啊？吓，唔讲得噶，唔知话唔讲得噶。喂，奶奶，讲啦，讲啦，佢究竟写啲乜嘢啊？大表姐写嘅系情书。情书。你与青山早已订婚，名分已定，仲使写情书俾佢吗？我另有心上人，我不信。我个奸刁之女，企图被抢救。唐受禮，知道。姑妈，姨表姐就嚟成亲啦，我哋快啲去饮喜酒啦，行啦，行啦，快啲啦，快啲啦。佢不守妇道，另恋新欢，偷写情书俾心上人张万晴。佢越礼拜节，我必情字，你就退咗呢门婚事，另娶淑女吧。在扶我到喜堂。
竟不顾他们兄妹之共，你有心与人私通私福，No!
才王夫人明明说你偷写情书给你的心上人张张万晴啊嘛，对，就是他。你想下张万晴是哪一个？张万晴是张万晴是啊，张万晴就是我哋轮工王快良的女儿呀，表哥。为英懵懂事不明，心上人的含义他不识究竟，故而夫人来追问，他便说是张万晴。夫人虽被搞糊涂，仍是疑魂未消静的，故而挑唆你恨我，从中试探察真情，察真情。都怪我太过无心，委屈咗你啦，表妹。哎呀，我还要收书一封，你设法交俾朱妹啊。哎呀，好，咁你快写啦。表妹放心，何公子喜迎已开，夫人请你入席啊！哦，我马上就去。小姐，夫人吩咐要将书房锁上，请你委屈一晚啊！咁你就傻啦！海茶跟问底贫，丝巾马枪手人心寒，我流啊流啊冷汗。来夫人佢已知情，倘若失败就大祸光，非但前程化乌有，到头难免就一命亡。所谓无毒不丈夫，我陈行裂口话逼真令丧，我再将现场嚟到伪造，使人觉得他自杀身亡。边个啊？啊，系舅父啊，系舅父啊！时而夜深，你嚟做乜嘢啊？碧珍，我有紧要事同你商量啊，系同你商量啊。有事商量，有事不要锁啫。碧珍，你未知嘅事太多啦，我要送你去见父王。Thank you.
的春那年轻动那风人好意you
是我啊，我是青山啊。是表哥啊。唉，不这个时候。想必是为了姐姐之事，还是让她进来吧。青山兄长，报恩贤弟。表哥，哦，今晚是碧珠表妹与报恩贤弟喜结鸳鸯，我赠诗一首，写得不好，请勿见笑。多谢表哥。哦，事已夜深，我都是要走了，不过你记住这首诗今晚一定要看啊。一定看。我走了。哦，记住今晚一定要看啊。将来明天再看吧。娘子，请啊。官人，请。东方花作红，卿卿我我两情愿啊！一夜夫妻百日恩，了却平生心后缘。可信？我睇佢写啲乜嘢就得。
红楼心似万箭千，不避波虽凉，惊斩万箭轻半成，翻了火箭。恨天将乾坤来倒置，又将风化蝶体无颜天何苦我仍念轮怎得正为花恨开来呀天之叹如天计无字教我如何解忧醒来了，谁以正啊变声线，梦中安稳夜人而梦双眼外谁知因你爱只一笑，面具因你醉，佢都何太偏啊？秋时气可。他不说如何来此恋，不若同牙怎立面，双双护和
声叫报恩，不由我心酸受困。暂且放下无情剑，强装笑面迎上thank you.
妹妹哥哥失足已成千古恨thank you.
一死便收。除此之外，便无良策啊。好，夹咗个卫青先死啦！严惩从速逃走为上司快走咁你哋我先带你哋逃离上府再找那何守仁算账啊我杀奸贼很难言快走快走此后神分谁定啊？纵是女儿有过错，因家夜半鬼魂。忘了骨肉为卖，忘开一面修成定是何守仁逼我移花接木害咗佢哋。
么？而今年的姊妹同死，连丈夫声威显赫，祝娘亲福寿延长啊！妈，我要请出何先生，俾佢睇睇呢一场好戏。现在他已经发了疯癫，看来戏就只好收场了。正啊，是世界真假多变幻，阴差阳错，不澄清啊。头先佢系晕咗过去，想必现在已成啊！夏侯，那喜讯告诉碧珍，请佢到嚟。李陈家，我已安排妥当，俾青山同埋碧珍择日成亲，你大可转悲为喜了。夫人啊，你善变邪恶，爱憎分明，大恩大德，我愧无以报。都系一家人了，不必客气。日来吩咐全府张灯结彩。成亲啊！有王大帝都话俾佢知，我当当，你咁多人都唔理我，我唔制，我唔制啊！爹女啊！阿哥，哥啊，青山同阿碧珍就要成亲啦，你有大碗酒饮，大块肉食啦。啊，有大碗酒饮，大块肉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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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啊！